我们离开了 Michael 家，然后去我们下一个营地。这个地方非常漂亮，依依不舍，但还是要赶路啊。之后看到这个营地太漂亮了，非常广阔，有一个大湖，我看看，右边是个大湖，这个地方非是个大湖，非常适合休养生息的地方，太漂亮了。Thank you.
鸟啊，就是他们就是呼喊的口号就飞过来了。干什么啊？你来做什么？我他妈可刚说你不要咬我的钩子。哦，你，我靠，你给我拉断了。你告诉我你错了。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怎么办？这个是雁呢还是鸭呀？但是它会飞，它从天上飞下来。